练习的话，比如说你对 OS 点 Work 不太熟悉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另外开一个 module。那当然路径的话呢，其实这个 OS 点 Work，OS 点 Work 后面的话，其实就加什么，加上一个路径就可以了。那路径当然你可以假设我们刚刚是用那个全程 UUID， 如果你假设你要列出来的并不一定这个啦，你可以列别的嘛，比如说列，比如说我要列什么 C 碟底下我之前写的程式好了，我想把我的这个目录里面的档案跟档名跟副档名都列出来的话，那其实很简单嘛，你就给一个路径，有没有？把它这个地方贴上来啊 ，C 碟底下的根目啊，这个底下有个目录，目录名称就是这一个。OK， 那帮我把它的什么呢？帮我把它的那个档名跟副档名帮我列出来。那你可以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哦，假设 print 底下的话就是 print 哦，所以前面记得哦，因为 OS 点 work 呢，它会返还三个东西哦，所以你记得前面一定要给三个变数，少一个都不行啊，这是它的规则，因为它里面就会返还三个，所以你前面一定要用三个变数去接它。那它第一个的话就是 root， 实际上就指的是它自己的目录了哈、哦。然后 dir 指的是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目录数量，它会帮你列出来。那 list 的话就是它里面的档名副档名、哦、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这边得到的结果就会是什么？我们之前写的程式，包含什么 bmi 啦，它里面的这个 eng 点 tst 啦，一直到这个什么输入程期有没有？这就这些。而且呢，它是帮我把档名跟副档名放在一个字串里面，然后中间加逗点，然后前后的话一定是中括弧，啊，指的就是说它帮我放在一个串列里面。那如果说我将来呢要分别做后续处理的话，那当然呢它 index 这个是零嘛，哈，零一一直到最后一个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假设要做后续的处理，那当然哦就是可以再做，所以你们可以再练习一下 OS 点 work 哈。啊，另外你想说老师，那我这个 dir 里面放什么？那你当然你可以试试看 ，print 的话你可以 print 什么 ？print dirs， 那里面会放什么？因为这个目录里面哈、哦、没有任何的目录啦，所以你会发现执行的话里面应该就是空的，有没有？给我一个空的串列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没有半个这个资料夹，那除非说你在里面按右键哦新增一个资料夹。资料夹名称叫什么？叫新资料夹好了。所以如果你多一个对哈，你这个时候执行，它里面就会帮你放一个什么？有个目录叫新资料夹，就类似这样子。那以后如果你有很多资料夹，它会帮你把资料夹列出来。OK 哈，所以DIRS 里面放的就是资料夹。那 list 一里面呢，就是帮你把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名跟副档名通通列出来，大概就这样而已啦。OK， 那这样就够了啦，因为如果你将来要做后续的一些简单处理的、啊，这绰绰有余的 ，OK 哈、哦。所以啊，那我们刚刚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原则，哦，然后呢，就是跟他讲说啊，你帮我把路径指向全省邮局地址，啊，然后呢，帮我把它一个一个读取，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写出去，这样就完成合并了。但是合并之后的话，哈、哦，我们在这个桌面上哈，就会看到我刚刚合并的结果。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希望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帮我再把这些25个档哦，通通都把它删掉。那当然删掉的话，我们可以想到有一个方法叫 OS 点 remove， 有没有？啊，如果你要删掉三重的话啦，其实在程式里面哈，你就是在写一行叫什么？叫 OS 点 remove， 你打一个 remove。啊，雷木就出来了哈。雷木的话，后面就跟他讲路径，所以你跟他讲什么路径哦？我在这个 C 底下这边哈、哦，全省邮局地址哦。假设了我这边如果我只把那个这个什么了三重删掉的话，那就是在这个底下会有一个叫做三重点 TST 啊、哦。所以我假设要删三重的话，那就是给他全名三重点 TST， 副档名一定要给他，然后放在这个目录底下。这样一行 ，OK， 就可以直接怎么样删掉三重，所以执行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这个哈、哦、三重是不是就不见了？看一下，三重重新整理一下，雨木我看一下，三重点 TST， 怎么还在？雨木哈、哦，我指向错了，这个是我另外复制的那个词，因为我等一下
那我到时候会，你看一下这个目录才对哦，有没有？这个目录里面的三重不见了。那你想说，我中立也要删的话呢？那一样嘛，就是在这边呢，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中立点 TST 执行一下。那你会发现哦，中立就不见了。哎，所以哦，我们假设我要希望全部通通都把它一个一个移掉的话，那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做？ 哦，那你不是说我写25行，那就20，它不是这样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先检查一下目录有没有几个档案的名称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？OS 点 work 嘛，有没有 ？OS 点 work 就是说，哎，帮我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档名、副档名通通列出来，对不对？列出来之后呢，再提供给我们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把这个给我的一个 list 清单有没有？那我就是逐一逐一的把它删掉，这样子就 OK 了嘛，对不对哈？可是程式该如何写？会不会很难写？其实跟各位讲一下哦，如果我要 OS 点 work 啊，那其实就是直接怎么样？底下这个哦，如果要删除的话，我就写在下面。合并完之后要删掉嘛，所以我要先把目录里面的所有的目录里面的档名都列出来。那其实很简单嘛，就拿这一行不就好了？ 其实前两行这都可以啦，这两行其实就是什么？列出档名、副档名，有没有？我就是帮我把全省邮局地址哦列到这个 list 里面，然后再帮我跑个回圈，分别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嘛，回这个回圈实际上就是把这个 list 一里面的所有的档名哦，一个一个的帮我列出来。那列出来之后的话呢？ 三重呢？哎，已经三重不见了，应该理论上哦，再来应该就是斗六好了。斗六应该就是在 list 一中括弧里面的第0个，所以呢，我就直接在这边写什么？写 OS， 好、哦，如果要删掉的话，就是点什么？点 remove， 哦，打一个 remove，OK，、okay, 好、哦。那 remove 的路径的话，你可以给它。那路径的话一定要完整的，所以路径的话一定是什么？我拿这个来改啊，这个，OK， 就这一串有没有？ 然后这一串是指的是它的磁碟机跟它的哪个目录嘛？对哈、哦。然后面记得就是它底下的，底下特别注意哦。如果你要串接的话哦，一定要两个。这个地方拖曳资源就不能省略，一定要两条线啊、哦。这个可能是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串接的话，后面就是什么？再把这个 list 一里面的那个、哦、list 一里面其实就放什么？放我们的档名。 好，所以把那个档名放过来，然后中括弧一下，里面就放个 i 就可以了。啊、嗯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就会帮我把，比如说读到的话哈，这个应该就会帮我把什么，把这个斗六有没有先读过来，好，放到这边来，那就是先帮我把斗六先删掉，然后换下一个，下一个的话呢，当然就是再删什么，再删台中、台北，以此类推。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了哈，其实你可以把这一行先把它注解掉，哎、欸、，Ctrl 1然后呢，我是建议如果你不确定，你先 print 好了哈，不然的话你怕删错。那 print 的话，你就是把这一串哈，你先不要 remove， 你先 print 看看这个路径对不对 ？OK 哈，先 print， 我看一下这个 print 的结果 ，OK 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这没看一下对不对？ C 的这个路径底下的全省邮局地址的南投点 TST， 哎，没错，啊，只是特别注意后面这个双两个那个反斜线是对的哦 ，OK，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哈、哦，然后呢，分别一个一个啊，特别注意哦，不能少副档名，也不能少档名，这一定要完整的，啊，确定没问题的话哈、哦，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，所以把这个 printer 关掉一下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把它做真正的。 remove 看看 ，OK， 帮我把它 remove 一下。好，执行，哎 ，OK， 没有错误讯息。那执行看一下，这个资料夹里面是不是就空？哎，对，空掉了。好，那就完成哈、哦、移除的动作了。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啊，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，如果你要移除之前呢、啊，请你把我刚刚是特别把全省邮局地址这个目录哈、哦，就是先再复制一个，好、哦，所以我这边复制一个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个。 全省邮局地址复制啦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待会如果假设把它删掉的话，那我到时候还要再解压缩麻烦，我干脆再把它搬回去一下。这个有个复制的 ，OK， 复制一个啦，哈，然后这样里面就又有了，你就可以再做练习。
不然的话你一直删掉，那就没办法，好，就是还要再去把档案找出来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已经把程式写完之后，那理论上哈，应该就是说我这个 O.TST 当我合并完之后，就把旧的东西给删掉，当然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式叙述。所以先合并嘛，这个是合并，然后删掉，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理论上这边哈，应该就是这边空掉，那这边会多一个 O.TST， 那在这里啊，跑到这边来了。OK， 好，那里面的话呢，所有的25个档案呢就跑到这边来，所以这个 OK 之后的话，那待会下一件事情哦，我们就是要再想想看，把这个 O.TST 怎么样再切割成为25个档案，把它还原，还原完之后再把 O.TST 给抹掉，这样的话呢，等于是下一个程式要做的事情。所以 O.TST 哦，这个怎么样可以把它做分割？那分割的话，其实我好像上个礼拜讲过了，也不难。之前有讲过一个方法叫 split 吗？那 split 不就切吗？那切的地方我刚好哦，在档案跟档案之间有预留伏笔，两个换行，所以我可以用两个换行做档案的切割。那切割完之后，它会放在一个串列。那我再把那个串列分别一个一个的读取之后，再存档回去。存档有讲过了哦，存档25个档，那就存完。存完之后再把 O.TST 删掉，这样就 OK 了哦。那这个可能再思考一下，不过也是有点难度了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得出来的话哦，相对你应该会比较有成就感，因为这个已经算是相当复杂的哦。OK，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。所以请各位呢先练习，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删除哈，这个泉水邮局地址里面的25个档案。那其实程式哦，其实前面这两行是一样，跟那个2跟3啊，只有这一行不一样 ，OS.remove 这一行不一样。OK， 啊，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哈，其实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，其实我这边是有。把它贴上在哪里呢 ？os.remove 是应该是在这边吧？在第29页的地方。29页在这里。就这个了。只是那个路径可能各位再改一下。我是这边是改成 D 冒号斜线。只是这个地方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。OK， 试试看。